女士们、先生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本次航班安保总机长，我和我的组员将与机组、机乘部共同努力，把大家安全送到本次航班的目的地。为了给您提供良好的乘客体验之旅，依照中国民航法的规定及机长的授权，本次航班为您使用安全航班。进入客舱后，您的一言一行都会如实记录，请为此工作给予理解和配合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处罚法》和《中国民用航空安保条例》等的规定，损坏机上设施设备、吸烟、抢占座位、行李架、干扰乘务者正常工作等扰乱客舱秩序的行为，将会被处以警告、罚款、治安拘留等处罚，严重者会被追究刑事责任。为确保飞机返航系统的正常工作，请确认移动电话等便携式电子设备已设置为飞行模式或关机。在飞行过程中，严重使用充电宝等锂电池移动电源，为电子设备充电。为了您与本